卢台长吗？是。我经常能梦到你。啊。你在梦里能跟我看图腾，说我的小房子念了很好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一个，就是我在2003年的时候，我得了宫外孕，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得过宫外孕，是菩萨托梦给我。啊。他早上跟我说，你要去看病，你不看病有生命危险。啊。哎，然后他说你要动手术。啊。然后我早上马上眼睛睁开，我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老公马上带我去看医生。啊。医生马上带我转到那个牛塘的那个大医院。哎呦。晚上就动手术。哎呀。哎呦，我很感恩，很感恩。啊，你想想看，所以你能够，所以你能够看到台长呀，你这个人有佛缘的呀。我做了好多次梦，都梦见你加持我。啊，你哦，很感恩，很感恩。知道就好了，这个都是跟你说，都是靠的一种前世缘分、佛缘，明白了吗？嗯。